你干什么？我要睡觉了。我，你要说什么？说呀。我也睡觉。等会儿晚上渴了，自己去拿水，别叫我啊。怎么了？一大早慌慌张张的。太太不见了，佛堂呢？找了没有？那我们大家快分头找一下吧。找到母亲吗？没有。我去那边找。好。好了。刘啊，上那边找找。没事。妈，妈，妈，天这么凉，你怎么在这儿待一晚上啊？啊，哎，我不碍事的，你们别担心，不用大惊小怪的。今天就不用请安了，各自回房吧。妈，妈，慧敏，快去请大夫来，你们几个快扶太太回房。着急去找爹干什么？大夫不是说没什么事吗？妈，这个时候最想见的人是慧俊，你快点请老爷回来，叫慧俊回来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婉欣，还有什么事情？是，算我错了，我那天不该乱给你发脾气。什么叫算你错了？就是你错了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为什么你有心事你不告诉我？对了，爹那边还是不要着急去好了。为什么？妈一天不见到慧俊，他的心病一天都不会好的。可是，你就那么怕见老爷？不是的，我是想等妈的身体好了一些，再听她的意思。难道你想让妈亲口告诉你，她想慧俊回来呀？你是长子，你不出面谁出面呀？现在大家都在看着你这个大哥呢。也许你说的是对的，有些事情我始终是要面对。我去。这就对了。好了，厨房里有一些刚做的点心，都是老爷爱吃的，等会儿给他带上。
婉欣，你总是为别人想这么多。怎么是别人？是自家人。好好学啊，哎，学你妈。哎，慢对，慢降哦。来来来，你学学。哎呦，闺女，你这样再挺起来点，哎，这样啊、哦，来来来，再走一遍。哎呀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走了我都头晕了，不像，不像。啊，怎么办，妈，我学不像。没事没事，哦，乖哦，来再来再来。你好好跟她说说呀。我说什么呀？哦，对了对了，我那个时候啊，就天天要喊着吃辣的。呸！你就是辣的吃多了，应该吃酸的。人家叫什么？叫辣儿酸女。你笨死了，那叫酸儿辣女。对，女儿就要吃酸的啊。什么酸的辣的？我不学了，吃桶也没有用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不就让你学得像一点吗？是啊，你放心。慧俊回去跟他妈一说你怀孕了，那个吴老太太还不得屁颠屁颠把你接回去啊？是，到时候什么老大家老二家，你就是吴家的祖宗。就是，那个婉欣有什么好？不就是冲喜的丫头吗？还想爬到我的头上？哼，这一次我要让她知道我的厉害。对。我们女儿这样想就对了。首先要从气势上去打倒她。可是他给我捣乱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哎呦，他是个偏房丫头，他又翻不起什么浪。爹，爹，一回到吴家，我可只有一个人了，势单力薄的，你可得帮我好好计划计划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放心，我准备废了他。废了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那杀人的事可不能干啊！就是爹，千万不能杀人啊！我哪那么傻呀？啊，哎，我还有那宝贝女婿，他在帮我呢。爹，你可别这么笑，每次你这么一笑我就倒霉了啊。爹，爹，这是李家姑娘的八字。哦，秀萍她爹说了，李家老爷对咱们大哥是非常的欣赏。这么快就回音了，看来是很满意啊。那咱们家又快要办喜事了。快了吧，等我也去合个八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办。那我先恭喜爹了。爹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妈生病了。妈怎么会病了呢？你自己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是啊，你早该回家了。回去吧。爹，那我先走了。大哥，我走了。不想啊。你妈病得怎么样啊？大夫说没什么大碍，偶遇风寒加上急火攻心，卧床休息几天就应该没事了。你妈操的心实在是太多了。爹，那件事情我已经……哎，慧祥，这是李家姑娘的生辰八字。爹，你真的答应了？怎么，这件事情你就这么不乐意？我求您了。那个婉欣有什么好吗？因为她对我好。我只知道我的病是婉欣治好的，我的命是她救回来的，于情于理都是我欠她的。好好好好，大不了我多补偿她，我给她家多送点钱去好不好啊？那您是不是，您是不是觉得我的命也是用钱可以买回来的？您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回去吧，现在可以告诉你妈了。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说不出口。放肆！谁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？站住！你走，你走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您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我什么都可以听您的。除了这件事情。乖女儿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要按我们说好的去做。嗯。哟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慧俊，
君，你快看看，秀萍她吐了一天，她今天一天她都不舒服呢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就是吃坏东西了嘛？你，我妈病了，我得赶紧回家去。那您照顾一下她啊。哎，秀萍怀孕了。什么？慧君，秀萍是不是怀孕了？啊，她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啊？你怀孕了？真的？啊？你怀孕了？少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妈在房吗？您的衣服。没关系。哎，二少爷，太太病了。她病得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受了点凉。二少爷，您现在回来了，太太的病啊，肯定能好得更快了。我有好消息让她好起来。好妈，慧君，慧君，慧君，妈，哎呀，慧君，妈，我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哎呀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妈，都是我不好，哎呀，太太，您就别再伤心了，二少爷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应该高兴才是啊，真是菩萨保佑，是啊是啊，哎呀，对了，莲儿，赶快请个菩萨上出香，哎，我这就去，慧君。妈，慧君，你不是妈的气了？妈，是我错了，我惹你生气，还害你生了病，我不孝啊，妈。妈知道你心里不高兴，这也不能怪你，毕竟你和秀萍也是多年的夫妻了。妈，可是秀萍她，放药也不是小事，不能打几下，骂几声就算了。我不这么处置，怎么服众啊？再说，我也得对慧祥有个交代呀。啊，你说的对，秀萍确实太幼稚，太不懂事了。可她只是一时糊涂，不是有意要害大哥的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可是谁会相信呢？这件事情弄不好，会被认为是杀兄谋财，还会连累你的。慧君，慧君，你怎么了？你还是想不开？你觉得委屈吗？啊，妈，从小到大，你都对我特别严格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是你的亲生儿子。可有时候，我总觉得我的地位还不如大哥。你什么都替他考虑，处处都维护他。你们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我的儿子。我对你严格一些，也是为了让慧明和慧祥他们心里舒服。毕竟我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呢。啊，对不起，妈，我只是一时想不开。那你还要在柳家待多久，才能够真正想开呢？妈，其实我早就想回来了，只是秀萍那边让我放不下心啊。秀萍她怎么了？秀萍这几天一直就很伤心。
气死我了！对他比对我好。慧祥，你回来了。对了，桂枝回来了，妈可高兴呢。估计过几天她就好起来了。太好了。累了吧？不累。还说不累？你看你这脸色灰灰的。文心，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，不让你跟我道歉。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吵完了就算了呗。再说，我宁愿你跟我吵架，我也不愿意像慧明和若兰那样，连个吵架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个傻瓜。文俊。哎呀！你看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跟你一起回去啊。谁说要回去了？说什么还不准回去啊？不是的，妈知道你怀孕了，她特别的高兴。你知道吗？你肚子里怀的可是咱们吴家的第一个孙子啊！哎呀，妈就让我千万要照顾好你，还吩咐了好多好多事情，生怕我就不小心。你知道我怎么想的？我在想啊，你要是给我争气，生下一个男孩，那我的命运就有转机了。什么？我要生完孩子才能够回去啊！当然不是啦，只是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。哎，妈这不让我来陪你了吗？哎，你说什么？你要住在我们家陪秀萍？别着急呀、啊，我妈说过了，等她过一段时间，她就跟大哥商量，这考虑怎么把秀萍接回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忙了半天，一个没走，还又来了一个啊！哎，我说你们吴家的人怎么都那么冷血啊？我女儿都怀着身孕了。还让他住在外面没人管。爹，这怎么是外面呢？这不是秀萍的家吗？哼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他们家在吴村。爹，你就别说了。只要慧君跟我在一起，住哪儿都一样。我去拿东西去。哎，我来我来我来。都怀孕了怎么就不记得呢？爹，你让开。走。是我，来了来了，大少爷，出去，少爷，你也出去。慧霞，你怎么了？什么？快起来！妈，你一直把我当亲生儿子，我也一直都很听你的话。快起来，起来说话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去跟爹说，让他不要再逼着我再娶个人进来。你说什么？爹说，吴家大少爷的正房不能空着。怎么突然冒出这档子事情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我明白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您说这样的事情，可是只要一面对婉欣，我真的不能装作若无其事的。婉欣她知道吗？我没敢告诉她，哪说得出口。
求求你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，这不是还没娶吗？你这么着急，身体会受不住的。来，快起来。婉欣是一个贫家女孩，论身份和地位，是不能做我们吴家的媳妇儿的。正房一事早晚都会发生，只不过我没想到老爷这么心急就是了。我不要什么身份和地位，我只要婉欣，除了她，我绝不会再娶任何女子进门的。慧想，妈，婉欣为我做过什么样的事情，您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是不是？要是没有她，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。是啊，我是很清楚。不过在我们吴家，这并不能成为你不娶正房的理由啊。况且婉欣本来就是从后门抬进吴家，一旦服了正，我们对族人也不好交代啊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反正我只要婉欣一个人。慧霞，冲动解决不了问题，你是吴家的长子，有些责任你是无法回避的。可难道三妻四妾也是长子的责任吗？可是传宗接代是你的责任，保证你的后嗣身份和地位也是你的责任呢。那妈，为什么一直对我视如己出？妈为什么坚持让我继承家业？我的亲生母亲只不过是个戏子。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妈，妈，妈，妈。你怎么了，婉欣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只是想下床走一走，以为没事，可是结果……婉欣，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刚刚端药过来，走到门口就听见里边有声音。啊。慧霞，这件事情你放心，有妈呢啊。谢谢妈。哎，啊，妈，吃药。啊，我吃药。哎，慧明，嗯，我敢肯定。这个地方我一定来过。真的啊？什么时候啊？就在前几天。哎，我还看见你妹妹了呢。你看见我妹妹了？嗯。你怎么会看见我妹妹呢？她可是足不出户的呀。真的呀，那天我在这拍照片，她的伞飘到我跟前，她还问我要呢。哎，你们徽州的女孩子可真是羞涩呀，她看见我头都不敢抬，转眼就跑了。待会你看到我母亲千万不要提这事儿啊。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徽州对女子的教育极其严格，慧茹现在还没有出阁就四处走动，被族人和母亲看到的话，是要受责罚的。哦，怪不得那天我上你家去，她看见我慌张得不得了，大概是怕别人看见我说她出去的事吧。反正你保密就是了。哎，慧明，你说她一个女孩子家自己跑出去干嘛？会不会是会情郎去了？这种好事可不能便宜了别人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胡说。我妹妹非常乖巧，她一直都斯斯文文的。但愿吧。喂，我带你去见一个朋友。去哪儿啊？跟我来就是了。来吧。哎，哎，去哪儿啊？陆生。哎，三少爷，您来了。喂，子健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陆生。这是我同学杜子健。你好。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啊，这些东西都很粗糙，让三少爷和杜先生见笑了。哎，怎么会呢？爹和母亲一直都夸你手艺好的。这个盒子很漂亮啊，多少钱？这个我不卖。不卖？为什么呀？你开个价吧，多少我无所谓。对不起，
多少钱我也不卖。喂，你要这种女人的梳妆盒来干嘛呀？送人啊，我想送给……算了，下次再告诉你。卖给我吧，你不能做新的吗？杜先生，您可能还不是很清楚，我们木工这行虽然是粗活，可也得花心思，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心情，做出来的东西效果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梳妆盒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它不可能有第二个了，所以我不能卖。哎，可是……好了好了，人家不想卖就别强人所难了。不过陆生，这个盒子的确是与众不同，上次你送四妹那个我也看过，远远没有这个好。四小姐，你送个梳妆盒给四小姐？啊，是四小姐让我帮她做的，只是没有收工钱而已，谈不上送。那这个东西我也不要了，我杜子健喜欢的东西一定要有创意，岂能与旁人一样。喂，原来你买那个东西就是想送给我妹妹啊？难道你想啊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你恐怕没什么希望了，因为我妹妹早已经有意中人了。什么？谁啊？她就是……不告诉你。够意思，说嘛，谁啊？这个人呢，除了我母亲之外，我们兄弟们都知道他是谁，只是没说明白而已。你要急死我呀，求求你了，说吧，行吗？猜猜看吧。陆生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改天再来探望你啊。啊，三少爷慢走。嗯，走吧。陆生哥，你找我？婉欣，给你的。这什么呀？送给你的礼物。你成亲到现在，我也没送个像样的礼物给你，你心里一定埋怨我这个当哥哥的太小气了吧？怎么会呢？哎呀，真好看。其实我早就做好了，只是一直没机会送给你。你现在是吴家的少奶奶，我也不好意思来看你。怪不得你来吴家好几次都不来看我，你也嫌我身份低微啊？什么身份低微？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我要嫌弃你，那我成什么了？是不是吴家的人看不起你？吴家的人对我好不好你还不知道，又在这瞎猜。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对了，回头告诉大少爷，这个也是我送给他的礼物。嗯，慧祥看了一定很高兴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谢谢陆生哥。哎。是在写书还是做文章啊？想得这么出神。你又在取笑我。我怎么敢取笑你呢？我呵护你还来得及。你对我真好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是要和我共度一生的人。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字啊。我有什么好啊？你一定要我？谁说我要你了？我啊，还不够烦你呢。你不在我身边的日子，我别提多自在。还有啊，你要对我好一点，否则我迟早会羞辱。你不会的，你一定不会的。你是我值得托付一辈子的回响，是我的回响。
怎么了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被你感动了吗？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最伤心的事儿我都不怕。那要是我不在呢？你肯定会在，因为我是你的影子。安心，我一定不会负你的。我知道。我不拍。哎呀，拍嘛！你那么漂亮，不拍一张照片太可惜了。哎，漂亮，不拍一张照片太可惜了。不拍！你别跑了，我就拍一张。哥，大嫂，你这杜先生非要给我拍照，你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大嫂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只想给四小姐拍一张照片，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两位了？啊，没事，没有。四小姐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太漂亮、太美了，你太适合拍照片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比国外的好多女演员都要漂亮。哎，你别不信啊，我这有好的照片，不信你们看一看。哎，你看一看，你看这些照片，你看。大哥，你看这些照片，这些女人皮肤又粗糙，轮廓又太硬，哪像四小姐啊，细腻又光滑，透露着青春的光泽。哎，不是我说四小姐，要不你呀，完全可以当大明星的。明星？什么是明星啊？嗯，明星嘛，就是拍电影的女演员。电影？什么是电影啊？电影嘛，就跟照片差不多，就是把你生活中的样子完全复印到荧幕上。然后啊，让大伙看，给所有的人看、啊、不行，我不能给所有的人看，妈会骂我的。这上面跟真人一模一样，比画的还像。对呀、啊，大嫂，你看这个纸啊，就跟真人一模一样。哎，慧茹，我看你比这照片上的人漂亮多了，要不就让杜先生给你拍一张吧？啊，就拍一张，就拍一张，来，大哥，就拍一张，就拍一张，哎呀，来来来，不拍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非常漂亮，再来一张。拍，大嫂，我给您来一张。我可不能拍。哎，我哎，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等会儿。哎，好，太漂亮了，慧茹，我再给你来一张。我不拍，你别走，就一张，我不拍一张，你看，哎，哎，大嫂，这个梳妆盒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对呀，这个盒子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哪来的？是陆生送给我，我们的，说是成亲的祝福。这个陆生真是有心了，什么时候送来的？下午，放下就走了。早知道啊，我早点回来了，跟他好好聊聊。每次都这样，匆匆来又匆匆走，跟我们吴家有老虎似的。原来这个盒子是送给大哥大嫂的。我说那个叫陆生的家伙死活都不肯卖给我。这个比我那个好看多了，花的心思肯定不一样。四小姐。是你呀、啊、杜先生。叫我子健吗？总是杜先生杜先生，太见外了。知道吗？除了拍照片，我还有一样拿手绝活。是吗？你干什么呀？嗯，我能听懂别人的心声。嗯，陆先生，陆先生。那个人有什么好？什么？陆生，那个叫做陆生的家伙，他到底哪好？你心里可是一直念叨着他，我可都听见了。你胡说！不要那么害怕嘛。嗯，给我周正了。
他哪配得上你呀？可我又有什么好的呀？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那是他没眼光，粗人一个。我不许你这么说陆生，他这人性子就是这样的，不大说话，可他人好。哎，你还帮他说话？你啊，就是太善良，太傻了。哎，想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心。知道了吗？以后做饭的事未经我允许，谁也不能插手。谁也不能。可是婉欣现在的地位岌岌可危，我担心生出来的孩子也会被人排斥的。因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打呀，你打呀，你最好往我肚子上打，打掉吴家长孙，我看妈怎么治你。